跟你们领队领导也说哦，其实我真的很害怕开演唱会，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这一步吧。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帮我从一个平凡到不行的一个普通人。我很平凡，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里看走了眼。谢谢你们能够把我从普通的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学生，尤其是我们那个导演红颜，他能够把我发了很多条语音，能够把我劝到好声音来，然后认识到你们那么多人，然后我一直想把我的演唱会开成一个感谢大会，谢谢你们一路这么帮助我，能够让我今天所有的光芒都在我身上，谢谢你们，然后谢谢我的公司，谢谢他们一直在后面默默支持我，谢谢田明、欧宗，谢谢葛老师，谢谢周妈，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然后谢谢主办方，谢谢乐队老师们，还有谢谢我们灯光、音响、视频老师，还有所有我们后面可能看不见他们的老师为这场秀的付出。当然，最重要的要非常感谢你们能够一直站着听了我这么一个抒情歌手的演唱会，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谢谢你们，谢谢。还有你们刚刚我有看到一个评论，他说我是小太阳，我也说过很多遍，你们才是我的小太阳，能够让我。然后就谢谢你们，不行，不能擦眼泪，妆会花。好，谢谢你们能够一直陪着我，然后也谢谢你们。总之，我希望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一直唱歌给你们听，哪怕唱的歌可能你们会觉得不好听。好，希望我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给你们唱歌，谢谢你们，然后接下来这首《爱与》。